BLACKPINK 的真理和防弹少年团 V 的合照，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，网友们也纷纷议论到底是真是假。5月22日，随着真理和 G-Dragon 分手的传闻，真理和 V 一起的照片开始在网上流传。根据照片，据称有人看到两人一起旅行济州岛。此前金泰亨还曾短暂关注过真理的社交平台账号，引发网友们关于金泰亨真理恋情的热议。对此，网友们很快就开始争论这些照片的真实性。有人认为这本是 V 和 J-Hope 的照片，和真理的照片是重新合成的，而其他人则声称这些是真实的，因为他们穿着不同的服装。在事件不断发酵的过程中，发布该照片的人发文道歉，称确实是利用 PS 把以前的照片合成上去的，让网友对造谣的人都非常愤怒。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。爱豆韩舍，美儿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